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地后，隐隐约约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入睡，曲曲折折的世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转裂，让我们痛不停歇。求生的力量来自沉默，战胜可敬的对手，坚持信念是我的所有，抵达心中的辽阔，绳索的光芒指引方向，哦，跨越了浩劫，曙光渐亮，哦。定要替我们报仇！扰扰，弗拉基米尔，你们立即乘坐我的战机前往，合理击杀李耀。是。有炸弹！可恶！罗峰，事情因我而起，也该由我接手。生命疗杀罗峰，虽然陨落星的科技还没有参透，
但现在已经别无选择。不好！突破后的李耀已经达到超越战神，甚至更高。罗峰不可能对抗成功。突破后的李耀，那件武器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甘心！李耀要自爆！罗峰，快上战机！超越战神级的燃烧生命自爆，威力相当于核弹，这么近距离的承受爆炸冲击，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生存。罗峰，洪荒级战机的防御里，这宝贝给罗峰，可惜了。妖娆，马上带罗峰回总部。他是怎么定下来的？不行了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他伤了什么宝贝？没想到仅十多年过去，就有人忘记当年的亚罕事件了。我和雷神建立战神宫，是希望人类精英能为人类的生存而努力。眼下海域内怪兽数量超人类数倍，王级怪兽也数不胜数，两大怪兽皇者
更是虎视眈眈。怪兽皇城，这俩老家伙因为我和雷神不敢踏上陆地，但你们不能永远指望我和雷神。人类的团结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谁为了一己之私破坏人类团结，成为下一个亚海，我和雷神不介意除掉他们。好了，大家继续宴会吧。罗峰，你跟我来。罗小子，你是怎么凭一把遁天梭就杀了李耀的？我和红哥琢磨了好久都不懂怎么用。陨墨星的秘密还请保密。有难处？我在九号古文明遗迹时得到精神念师之掌控师的一点指导，因此才学会了遁天梭攻击和防御的两种用法。难怪。相信馆主也知道，那遗迹背后有一个智能在控制，仿佛就像在筛选弟子。对，不过从试炼者的死亡率来看，他比较优待精神念师。我想那背后势力应该看重精神念师。我估计陨墨星主人就是精神念师一脉的。罗峰，地球上最强的精神念师是第四元老伊斯特，但他最多只能控制14把暗器，而你能控制16把，应该能突破至行星级了吧？我感觉随时能突破。很好，我极限武馆任命第6位巡查使，是要全球公开的，时间就定在1月5号。我期待你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。是。徐星，放心吧，出关后给你电话。突破的要诀我已经留在辅助光脑内。九九断神，开始。红哥，我感觉这小家伙隐瞒了什么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没必要深究。我担心的是，地球终有一天会被宇宙中其他势力发现。到时人类是灭亡，还是被奴役，很难说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尽早进入恒星级。未来不管是超强怪兽来袭，还是未知的宇宙势力威胁，人类唯有强大才行啊。
救李耀，听过没？哥们儿可是从小在垃圾场混的，真正的硬汉从来只相信自己的拳头。幸运只会降临在有实力的人身上，而我一定不是那个人。你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，关注吞噬星空官方微信，这里有很多精美壁纸，还有你不知道的独家官方爆料。这点小事你都不帮我吗？赶快来扫码关注吧。收藏加关注，追番不迷路。城市被笼罩在一片灰色，只有血液昭示生命还炙热，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，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。我用火焰招待天外的来客，趁着陨石还在和大气拉扯，涅槃就在下一刻。用血融彻，用信念永远都不陨落，在这硝烟，在这废墟，就算倒下也不退缩。要看我冲破苍穹，让宇宙听见怒吼，咆哮着，哦，挣扎着，哦，烈火把夜空染红，吞噬掉整片。欢迎参加全球极限武馆巡查使接任典礼。他是仅次于馆主和雷神的世界第三强者。这样的高手居然会出席我的接任典礼，怎么回事？太平洋正中的怪兽热反应信号在急剧减少，是谁干的？武者还是怪兽？这个武道肯定有宝物。就在此刻，报、哦